现在是早上10点，然后这是酒店的这个外围，这是接我们的车，一会儿出去上这个温泉去逛一圈。这边高加索地区天亮的比较早，莫斯科一般是8点钟、8点半、9点天亮，彼得堡更晚一点，9点多、10点天亮。这边今天7点半睁眼的时候，天就已经大亮了，天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不是很冷。昨天给我安排的这个是一个套房，因为昨天特别晚了，没有怎么拍。然后这个套房这边还有人住，然后但是今天早上这个人离开酒店了。然后浴室非常干净。他这算是公用的，就是这有钥匙，这是302。然后是那边那个，我自己这边是 A， 然后可以把门锁上。高加索这边是全是山，离酒店不太远，开出来也就几分钟，上这个坡。然后这儿有一个这个小市场，都是手工织的毯子、鞋呀这些的。天气非常的暖和。山上有牛，居然有穿短袖的，真的是非常暖和。上面是，一会儿我们上上面去看一下，这些全部是手工织的。住的就在这个下边，这上面风景非常好，而且这空气非常新鲜。3个洞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，那边还有洞，4个洞，跟国内一样，也是到处有人涂鸦。真的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啊，尤其穿的这个平底鞋，这几个台阶还好下，再往下面就非常难下了。明天就是新年，就是出来旅游的俄罗斯人也是蛮多的，现在俄罗斯人跟中国人一样，过年也都不在家里面过了，都出来旅游了。Я бы, конечно,